帮我们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军人要用生命来捍卫荣誉，但是蔡政府执政五年多以来，就被人发现有部分的人士、似乎是想升官的时候就是靠拍马屁吗？包括先前国防部把高教机命名叫做永鹰，那么呢，这个私烟案的上校竟然可以破格晋升少将等等。过去啊，宪兵对陈水扁高喊你是我的巧克力，最近又有一想到你呀、这歌声的飘扬啊，所以我们要问一下立文，怎么会这样？因为长期以来，大家都觉得军公教都是蓝营的，对，大家都觉得，哎，军公教好像支持国民党的，支持蓝营的比较多，好像 DNA 里面血液里面流的血都是国民党的。所以你看，上一次陈水扁执政到这一次蔡英文执政，那他们主政了以后，那军方怎么办？跟军方不熟啊，那军方怎么听他的呢？军方就抓住了这些领导人的想法。就知道说我这个时候效忠表态拍马屁最有用，那真的有用啊！虽然我们看了觉得很恶心啊，堂堂的一个军官搞这种样子像什么东西啊？把军方的形象都已经破坏掉。问题是他拍了马屁之后有没有用？就升官呢？啊，所以这就是你今天。